事上已经开跑，但是它空气试用已经好几个月了。您还是会选出一个有行动能力，在选战过程里面跑遍大街小巷，能够诉求愿景，能够带来台中改变的人。所以我们很有信心的，这个天道酬勤，选举你都没有办法很辛勤的、很勤劳的跟市民朋友来拜托。那你选上之后会跟大家站在一起吗？好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高度怀疑的。